首先呢個歌名叫《邊度有真相》呢，其實就是突然之間想到的。OK， 咁至於嗰隻歌嘅歌詞咧，當時個構思嘅理念咧，係想咧就係、是、喺現實生活咧，就係、是、對自己咧就可以有啲懷疑，究竟我哋一路一路喺度做緊嘢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束縛，亦都喺沉淪喺一啲嘅另外一個空間，究竟我自己係做緊啲乜咧？同埋有冇人喺度掌控緊我哋做一啲我哋唔想做嘅嘢咧？當呢隻歌嘅 MV 啦，比較突破啲啦，有新鮮感啲啦。咁同與此同時，所以咧就同導演商量咗咧，就加插多啲元素啦，夏威夷啦，啊咁未拍過 MV 嘅，咁 by the way， 咁我哋都揾阿怡啦參與啦，因為阿怡咧係一個都比較係搞笑啲嘅一個面孔啦，啲觀眾咧睇上嚟有啲趣味性啦，咁我希望亦都隻歌帶動到咧，大家係咪應該去抽離自己，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可以感受到我哋寫歌詞嗰個一番嘅心意。咁今次其實好多謝大貓哥啦，無論係作曲、填詞定係監製，佢每一個部分都係有份參與嘅。我之前嘅歌未有一個咁特別嘅 idea， 個社會其實好反常啦，因為好多人其實做緊嗰份工又未必真係中意做，或者做緊嗰樣嘢講緊嗰樣嘢又未必自己真正想講嘅。咁所以其實有時就係有得講就講，因為你唔知聽日會發生咩事，可能過多一日得一日最驚開心。